所以等下我讲抗议，你就讲抗议，把你所有的袂爽、爽的全部拢画出来，好无？哦，够紧张啦，你该唱这首歌。好，来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，社会不断的积极转型，位居上层阶级必须关心秘密环境，豪宅才意义安心，有钱人筑高墙毫不客气，犹豫一层一层围墙，一人抵挡坦克火力，他们甚至想带氧气罩隔离封闭，他们不屑跟大家呼吸相同的空气，法权就是执行隔离的第一线，来回都不在此地，路线一遍一遍，豪宅门口执勤，不管晴天雨天，热睡眠快实心，每次都很疲倦，豪宅门口吃的火药的真靠迷信伤人，不断跺脚，不断传来吼声，门锁好，不然换你走人，看周遭多少不知道比在吼叫的穷人，有个年轻人很清晰，拿到这工作明明才最底薪，只能勉强过活，但他只能拼命承受一切，所有的养家是他命运，无法说走就走，但上班第一天这没经验的青年，因为超市太平均就出了大事，在那一夜不小心被豪宅里面那一片号称能隔离先进的门夹死，这种事他家人不接受，化学公司也是不断推脱，还好最后是媒体接手，还一起讨论在讽刺，是讨论炒片火，媒体讨论重点是哪些名单就讲在那城市第一豪宅法外在预告开打，把全被夹死，买家是否酒掉？害怕花在被偷奶，究竟想多少卖价？我不在乎正义，抗议！我只在乎利益，抗议！价格是我真理，抗议！价值没有意义，抗议！我对我的冷漠，抗议！我对我的良知，抗议！我对我的病态，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我不在乎正义，抗议！我只在乎利益，抗议！价格是我真理，抗议！价值没有意义，抗议！我对我的冷漠，抗议！我对我的良知抗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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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议。没人讨论保全这行业是否血汗过劳，去检讨劳工权益是否被摧残剥表，谁同台在家里不省拿还被惨走掉，关心保全家里经济来源钱赚了多少，顶多当下这令人啜泣，故事曾被你我当起生命说起，数字日子一过却马上被抹去，忽视日子一久就只是个统计数字，因为工具主义对我们是不断洗脑，社会不断被笑贫不下场，工具胡乱熏陶，国家会赚钱抗议，将民主自由不管一抛，贫富差距之大，新的世界秩序就是你包，28亿人还生活于美丽地，其中11亿人生活于美丽地，只要存款有20万，你财产就全球前5%，然后比尔盖茨比140个国家有钱，越来越少人最近将钢琴推倒，是被毁掉，直接被关进天牢的人，越来越少人最近在巷口睡觉，被贫富围绕，吹响蜡烛在街角的人，我们女人总是懂得有钱人，我们的官员也总是懂得有钱人，总之这讽刺世界的狗屎公司，99%财富就是被一般人控制，小孩没受教育，自己最爱写不好，不是你的小孩，你别管，独居让人着急，还到分又付不了，又不是你亲奶奶，你别烦，我对这工地暴涨，将欲望嚣张的时代，老师好像剩下不负责，废话，有时候我也会笑，想不良心要讲真话，却又被自己就先塞住了嘴巴。我在乎正义，我在乎利益，抗议，价格是我真理，抗议，价值没有意义，抗议，我对我的冷漠，抗议，我对我的良知，抗议，我对我的病态，抗议，抗议，抗议，我不在乎正义，抗议，我只在乎利益，抗议，价格是我真理，抗议，价值没有意义，抗议，我对我的冷漠，抗议，我对我的良知，抗议，我对我的病态，抗议，抗议，抗议，所以哇，千万搞错了。